我们不断的在研发，不断的在精进，我们把好的东西好给消费者。其实差不多每两三个月就有一些特色的出来，我们大概从镜头上面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特色。一，我们等一下就会介绍给你。温盘、温杯的机器，它如果说我们以品味来讲，或者说享受度来讲，啊、哦，你看我们的盘子经过温过，啊、哦，那咖啡杯我们也经过温过，喝起来的感觉跟吃起来的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你看烘碗机也是隐藏起来的，啊、哦，抽油机也是隐藏起来的。那不用的嘛，我们把它收起来，至少外观就会很整齐、很整洁。但是我们也把它当餐桌的时候，餐桌的时候我们要比一般的餐桌更有功效。你看，我们还多了一个暗藏的一个隐藏式的一个电陶炉，我们有设计安全开关，哦，就不会滑动。啊、哦，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你看吃个热汤，甚至吃个火锅，呷哺呷哺都非常方便。就是四边不靠，那这边我们如果说空间小一点，我们一边靠墙，我们就要办得到、哦、其实今天我们介绍这个重点就是在这个水槽、哦、这个也就是中岛专用的一种水槽。我们因为中岛一般的宽度比较宽，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水槽的里面的有一些功能加入很多的功能。看菜瓜布有地方放，这边可以放刀子，这边可以放清洁剂，这边可以放厨余、哦、那这边还可以有滴水，都是活动的，它可以整个拿洗，水都可以整个流下去、哦、这个应该算是全世界第一个富有这种活动的功能性的一些附属的配备在水槽里面。水槽虽是这么宽这么大，其实我们过去的厨具，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简单的讲就是都是面对墙壁在做事情。你中岛有什么好处？我们就可以，因为中岛洗菜切菜这个时间非常长，我们面对的是家人，面对的朋友，好、哦，我们可以面对小孩子啊，他在那边写功课，我们边教他，或者是说老公在那边可以打打电脑啊，我们还可以互动啊，所以说互动亲子这些关系，这是中岛他的最大的优点，是过去我们所有传统的厨具做不到的。那从那个全隐藏式的抽油机、烘碗机，然后这个悬空、啊、强化烤漆玻璃，完全不会看到洗衣控的做法，这些一再一再都是市面上你们比较少看到的。就算有，说实在的，大概都是跟着我们的脚步在走。啊、哦，我们也不怕人家学，也希望大家都学，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市场的，不管是其他的品牌，我们都希望他们都可以做得很好，因为后面越有人追，越能够进步，我们就是我们进步的原动力啊。将来我们全省会不断的一直在增加各个点，我们希望说除了本岛以外，我们甚至外岛我们也都希望有这样子的点可以去服务大众，我们会不断的在进步。